SCR 电动软弹枪，这款的造型和游戏里面是一样的，外形比较还原。我们首先介绍它的射击模式，按住这里呢可以拔掉弹匣，这个档位也是锁住扳机不可以扣动，这个档位呢是可以扣动扳机，但是需要拉栓上膛通电才会有反应。扳机扣到底呢就是电动连发，弹扣呢就是弹发。提升到扳机一个按键上呢没有蓄力，还是非常的方便啊。我们看一下这软弹，海绵软弹，压入弹匣最多可以压入15颗左右，而且它这个弹匣呢还有并联的功能，两个弹匣并联在一起方便携带。我们插入弹匣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射程啊，可以看到这一款的射击体验还是非常的爽啊。后托可以进行折叠，锂电池仓位于后托内，采用7.4伏可充电锂电池，这个瞄具呢可以调节远近，准星啊也可以进行折叠，消音器可以拆卸，是一款造型非常不错，射速也很好的软弹枪。